准备二师兄的猪脚一蒸，哈，砍成小块，实在不行就用锯子。冷水下锅，加点料酒，捞出备用。锅中加油，放入姜蒜，加点山辣椒，加点香料，倒入一盆水，把猪脚放进去，加生抽、蚝油、葱姐，撒点盐巴，搅一下，大火焖它一个小时，捞出来，加点面粉，搅拌一下，放入油锅，过下油就可以了。有点底油，放点灵魂辣椒面、孜然粉、芝麻，把猪脚放进去，炒一下就可以出锅了。然后再来点葱花，完美。